兄弟们，这海岛吃鸡除了首战以下才加14分，我这可打了31分钟啊，这隔壁12分钟四杀吃鸡也加14分，这让我这么励志啊，兄弟们，直接转战多加岛，穿上我的霸气战衣。但是怎么第一把就遇见组队的小修勾啊，兄弟们，看到没，兄弟们，狗洞里面出来一个人，我们的救星来了，等会就偷他菊花。但是这两个人完全没有想打架的迹象，就一直对着我疯狂输出。我现在就觉得这两个小修勾组队了，但是我却没有证据。决赛圈怎么又遇见这两个组队的小修勾了呀，我去，我看到有一个铁皮车，以为那有个小人，刚给他捏一个华子就被偷袭了，兄弟们，这不就是那两个组队的小修勾吗？还淘汰王了，我去，我真励志不了了，我必须给他反手一个举报。这两个小修勾在高点架枪，下面的人怎么玩啊，兄弟们，这就很搞笑了，兄弟们，这个小修勾扔了个滑子，然后脚滑给自己滑下去了，然后还马枪了，被人家直接一下喷袭了，这是九折九折，活该活该，菜杯菜杯。这盘应该不会遇到组队的小修勾了吧，兄弟们，先回老家平复一下自己的心情，也是把老家收刮干净了，兄弟们，我们直接开上我们的兰博勾，你去占这个中心点。我去，兄弟们，中心点居然有小黑鸡，还打提前枪是吧，直接一个滑子把你骗出来， biu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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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biu， 哎，我操，我这不是 SLK 只能喷两下，这让我这么励志啊，我去，小问题好吧，兄弟们，打上这个急救包，我们又是一条好汉。 OK 啊，兄弟们，状态拉满，直接乐迪出击。我瞧，兄弟们，这个小黑子跑哪里了，我的露出犄角了吧，我的，就我这小逼兜子的压迫感，我看谁不麻呀，我的。我们现在气势上已经完全压制对手了，兄弟们，我们直接再捏一个华子，然后结束这场小战斗好吧。哎呀，表弟你干嘛，你抢我平板干嘛呀，我去，我服了表弟，服了，兄弟们，又变成一个卑微的打野仔了，这表弟我直接给他剁了算了，真醉了。该说不说，兄弟们，这度假岛是真的肥啊，简单的送一下3头2甲，我靠，6个止痛药。OK 啊，兄弟们，我们可是一个有目标的咸鱼，喝了这个82年的止痛药，我们也是该去站点了。因为我们这个铁皮车太拉胯了，所以我不敢往上面开了，我这可不是怂啊，兄弟们，毕竟这个小茅草房也不错，就是有点漏风，我就问题不大好吧，兄弟们，我们只要不乱动，应该不会有人往这边扔小滑直的。我屌，兄弟们，这不是刚才那个小黑鸡吗，他怎么鸡我太没呀、啊、我让你鸡，哎，趴下来，秀你主，哎，你这个名字我劝你速改。我只要，兄弟们，小黑子必须偷袭。等一下啊，酝酿一手，没打死。我屌，兄弟们，这小子让旁边的人给偷袭了。既然他洗了，那他的风水宝地就归我们啦。哎呀，我裤衩后面不是有一个平底锅吗？你们怎么还老是喜欢偷我裤衩啊？偷我的锅不香吗？一枪没打到，小黑子真下头。扔个自闭烟，我们这个地方也是非常的安全啊，兄弟们。怎么裤衩后面又来9步了呀？我去 ，biu biu biu！ 哎呀，我真帅。这个度假村的毒是真的疼啊，兄弟们，我们也该进圈了。兄弟们，该说不说，我这波是真的帅，我去。该说不说，这度假村这是哪儿都有人，我去，这儿居然还能趴一个人。再捏一个小华子把他骗出来了 ，biu biu biu biu， 哎，轻松拿下。右边还跑出来一个身法小伙，我屌，这个小华子就奖励给你了，好吧？看我的精准导弹，好吧，兄弟们 ，biu， 嘣。左边那边还有一个小黑子呢 ，biu biu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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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biu， 哎，真帅真帅，我屌，最后一个看哪儿呢，兄弟 ，biu biu biu， 哎，轻松拿下本场高高，好吧，成功渡劫王牌七星啊，兄弟们，我屌，太帅了吧，呜呼，太有实力了。